请坐。各位同学们，大家辛苦了吼！还未八点就开始上课啊？啊，七点半食饱就开始来啊，一到今啊呢，辛苦。咱这节课是这个华智华为工作报告 ，TCG。加有 TCG 啦哈，啊，即嘛即 TCG 加 TG， 即个叫 TG 嘛，下加即个 TCG， 即有共无？无共哟，啥物无共？好，是。啊，这是什么性质的呢？啊？这个是这个 TCG 哈、哦？啊，那是这个较大，这个较大，哪一个比较大？安尼敢对？台湾面积较大，安内写只细字啦。爱写你下卡，是毋是爱倒并？哦，这样呢应该是颠倒过来才对啦，是不是？这个较大嘛，一个这个较大嘛。啊，这个都，刚有这个物件。未来的目标哈、哦，未来哈、哦，所以写在遮，敢像这写写字也就好啊嘛，免写到这大字。啊，这个啊，民政府呢？美国 TCG 呢 ？TCG 是现在式哦。TG 是未来式哦，好、哦、对不？怎样哈？要不要搞错啊？这搞错很严重呢。啊，那今天上的是 TCG 啊、哦，不是 TG 哦。啊，所以这里下个字倒是一样的，不像对哈、哦。未来式哈、哦。啊，你来这上课是要创啥哦？了解你啊哟。打拼而已，你不是要执政的，要执政的，有准备无？准备好了未？好了，这样第一个功课，这贪腐的，贪腐要怎么处理？贪污的要怎么处理？清查，典型这样，鞭刑，这样，死刑，是，这样贪腐啊上啊，到尾啊，实际上爱上讲，爱法院判决无？要不要法院判决？要哈，那就法官说了算了哈。秘书长是一个政策，实际执行的是这个地方哈。只啊，一本笔没听过无？有了，应该有人听过了哈。什么叫一本笔哈？这个贪渎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哈。要解决一本笔，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贪腐的问题。啊，要怎解决？这个巴勒斯坦，捌听过无？有用无？用哦，真用。真用哦！伊伫1964年5月2日被伊据所在阿拉伯联盟最高峰会决议，加耶路撒冷共同组成一个唯一的对外合法的对外代表。巴结的首任主席什么样呢？啊，伊的目标完成了未？见过了没有？啊，未嘛吼？观察员吼，特别见过哈。啊，伊嘛保安部队呢？伊买当发老脚呢？伊买当参加国际的赛事呢？但是伊还未见过哦，吼，还没有。在2004年2月7日。这干部集体辞职，因为内部贪腐抗议。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挡得掉未？这贪腐挡得掉未？啊，各位挡得掉未？遐唔惊死的拢挡袂掉，啊，咱这挡得掉未？啊？干部？干部决心，人遐嘛唔惊死的呢？
干么样？蛮危险的哈，但是这个贪腐这个问题哈，不是安尼讲就算了，不是安尼讲就无贪腐啊啦，哦对不？这要有工具去防治，啊你有工具无？畸形，还有工具鞭刑，还有没有工具？集体啊啦，集体辞职。咱都要有工具，叫做一本笔啦，嗯，对不对？圣战士都没有办法的，台湾人怎么样？我看来是收手了哈。但那这里名啊，就一本笔，效益成本的笔，一本笔呢大一，安尼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整体的效益较大嘛。你的成本一，啊，这超过一。安尼，这工课会做你袂？都会做你啊吼！所以你爱算出成本，算出效益，安尼，再我就决定大一、小一。啊，若讲我大一，有没有人不懂大一的？不知道大一的举手。都懂哦，假设都懂。安尼，恁算准备好啊？因为你知道什么叫大一。我这不是讲笑话呢。你哪有都判人讲大一、小一，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能做，那你的执政准备就 OK 了。我讲恁听，公民权利法有无？29条，现出来看麦。29条内底有一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你要进行你袂使做啦，对不？啊，再有一个非具体效益不得超过30%。这个规定你来了解一下，这个会具体效益的工作，你的分子哈，突然这个分子哈，这里有会具体效益，比如讲站内是给的话者，台湾的站内很重要，啊，无站内是给的话者，要算你加来的时阵，因为你无法多改数字化，所以你袂当超过30%。这个公民权利法里有规定，有看无？29条。有没有看到？很子的，很子的，这个东西你要知道哦。小一不得执行哈、哦，那会具体效益，比如讲风景真水，你的厝那是后面有花园，啊前面有山坡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水？啊真水，啊这价值偌济？袂当超过30%哈。啊，这个一本笔哈、哦，这有这个四个象限 ，S 向 S 轴跟 Y 轴，这看有无 ？S Y，S 的表示讲投入啦，投资偌济成本啦，啊，这效益就是讲 Y 轴效益啦，正的效益跟负的效益，正的成本跟负的成本，哎，上面跟负的成本，啊，这不是。付的成本呢？啊？啊，成本呢？付的成本是正的，负得正，你们知道？来，先来哈、哦，正面的投向跟负面的产出啦，生产出来是歹的物件，啊，投入是正物件，啊，这是讲，如果说 A 要开一家店啦，哈，30万。今年 7-11 年营业额600万，啊，赚百几万，安尼会当做袂？会吼，安尼是干的是袂使做吼。这是正向第一现象，另外第一现象吼，另外这有四个现象，四个象限呐吼。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有四个象限哈。啊，第一象限呢，正向投入跟正向产出；第二象限，负向减缩跟正向产出。就这里啊，另外讲这里。这边啊，负向啊，单举一个例子啦吼，就讲你厂工厂真大间啊，还有10000平空地遐关网安尼吼，这边来处理，这就租出去就好嘛，这叫做出租，啊出租去就会有租金的收益嘛，啊这叫做，比如讲这个10000平的土地租出去，啊赚租金100万，安尼叫做第二。
第二象限的现象啦，哦，这做哩未？哎，这做哩未？可以吼，这买在做吼。啊，搁一个第三象限的，拄还第三象限的，就讲减缩啦，比如讲这员工走去吼，员工走去就减少薪水啊，哦，对不？啊，但是伊嘛减甲你趁钱，安尼到底倒一个较好？啊，就来算看卖，薪水减的，啊，甲就讲伊的本来咱甲你趁的，啊，你去比看卖，啊，就知啊吼。啊，第四象限，错误的政策投入资源之后产生负面的产出，你望政府的合适开发者。三四千亿，啊，伊有产出无？啊，拢个未产出，才三四千亿去啊，还有收哦，啊，这安尼，这样叫做是不是亏很大？亏很大嘛，对不对？啊，这会当做无？没当做吼，大家拢知。一本笔的案例啦，假设讲做咱来去接这个美军，若要入来时，咱去接这个中心新村，啊，就真侪人去遐上班对无？要起一个新干线，啊无伫遐塞车吼，你着塞死啊！所以这个新干线啊，预估啦吼，就讲有二十万人，20万人次的列车啦吼，每人次平均搭车1块钱，加钱啦吼，每搭乘人次预估可节省15分钟，吼，那当也必须要省钱吼，每搭乘人次减少汽油消耗量及空气污染约1.2元，就讲你无本来爱塞车去，爱开汽油嘛，啊诶，这个空气污染嘛，啊你即嘛坐高铁、捷运，都无遮个物件嘛吼，就省起来。高铁爱开偌济？哦，啊开，伊讲爱开30条啦，30亿啦，啊每年的经营吼爱5000万啦，啊去的时间3冬啦。啊，预估哈、哦，每天20万人次使用原来交通工具造成不便哦，增加10分钟啦，因为 key 也造成不便嘛，交通不便嘛，哎，加开10分钟啦，啊，佮其他的成本吼、哦，算2亿安尼吼，啊，其他诶产出太小，不列入计算。日本的建筑师估计会当用30栋啦，请问这条会当做袂？用一本笔来看，这条会当做袂？哎呦，你安怎算？你有算无？你来算一下，伊讲一年365天，单利计算啦，最低工资3块钱，好，那来算看卖者。收入啊吼，车票收入1块嘛，20万嘛，365天，所以一单偌济？哦，啊30万，30年就这样子嘛，啊，这无够成本嘞吼，啊，减少通勤的时间，15分钟嘛，20万人嘛，365天啊。一点钟三块嘛，啊，所以讲一天3块啦，5000，啊30栋嘛，16亿嘛，啊减少的空气污染，一个人1.2元，10万人365天，8000多万啦吼，30栋20亿块，这是社会节省的成本嘛，啊这嘛是时间的成本，啊也投入呢。总建造成本30亿哦，我这比起来比较多呢。营运的成本30年，1年5000万，15亿，哦，交通成本10分钟，30栋，20万人，365天嘛是3块，还是3年尔，所以1亿外啦。啊，其他负面产出2亿，安尼比起来是多少？效益哦，车票2亿贵啦，啊16万贵啦，啊个这个时间啦，啊这空气污染61、65，啊这成本30、15，1点多加二41，48万贵，啊你一本比有大一无？啊你那是机会，这条要有过无？啊你那是主管，这条会当加。对啊。啊，若无安尼算，你变哪判断啦？如果没有这样算，无安尼给你算啊，这条
这样文字这么多，你要怎么判断？不晓嘛，咱就无法度判断嘛，对吧？啊，你这要算，恁各位去算，还是叫谁算？咱来考试会计师要考这条，考这个译本笔，啊，就真侪会计师来嘛。啊，咱就发包，你啊做头家，你啊做酒店做什么店拢好，发包落去，会计师爱甲他算出来。啊，当然下骹有总务科的啦，总务科你甲他算出来，叫会计去算，嘛毋是叫你算。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译本笔，安尼。哦，安尼你就知影这个译本笔就算出来对无？你就知影讲可不可以做？啊，行政裁量有没有违法啦？就因为贪污这内底吼有一条叫做明知违背法律，啊，这就造成漏洞啊。啊，裁量权有裁量权的话吼，你就无啥有法律，无违法的物件，该咱甲清算，袂使嘛，无违法啊。比如讲，这个消，买车有违法无？买车，买车嘛无违法嘛，对吧？比如讲，这个消防署长，这个黄什么黄继明啊，这个莫拉克台风，以救灾通勤无线通信系统采购案呐、啊，开大约买了个救灾指挥车，全部不堪用。那安尼，啊这样你有犯法无？伊也无规定啊，哎，买车哪有犯法？你拄仔毋是讲买车无犯法？啊？这毋是伊的问题啊！你无规定嘛？你无规定讲安尼袂使啊？你也无一本，你有帮政府讲一本笔的规定？无啦吼，啊无安尼讲违法？你若无规定吼，你讲伊违法，安尼敢对？不教而杀，安尼唔对啦吼。但是安尼这条你看，这陈宇什么5000万的买了一个断层扫描仪，结果李克大排长龙，只好闲置一边会帖。啊，这张微波前进指挥车2500万，嘛是同款会帖，拢买一挂会帖。这安尼个是一本比怎么样？小一啊大一？啊，咱老这个规定的时阵，这个买车就违法了哦，因为。算出来小于一这个倍，安尼就违法。啊，你若无规定买车敢违法？所以安尼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有规定的话，是不是可以防止浪费？上起码防止浪费嘛，够贪腐买的对。哦，加上咱够一个问题啦吼，这个新三年某一个林区的新三年，假设5个人，啊，每年被盗林木10公顷，啊，若新三年10个人的时阵。被盗5公顷，啊，每年减少5公顷的林木的价值，那是高于这5个人的人事成本的话，按那标示安怎？可以做嘛？哈，按那小于呢？袂当请5个嘛，也是可以请4个、请3个哦，爱去算。啊，结论啊，大一增援计划就怎么样？可行了哈，啊，恁得当准，啊，安尼管好着无？啊！系啊，咱若是讲译本笔，你若有这个成本的好一个观念，你下骹人拢甲讲，互伊知影这个物件，安尼你要做官有啥物困难？无困难啊！你的决策就是译本笔算好安尼尔嘛。啊，过来，这个某县吼主办七音会，七音会大家知啦吼，要。做这七类是卖征收土地，要盖运动场馆，开几啊十亿呢？啊，运动七会之后呢？拐棒，文字馆，哦，啊，七会唔是安尼拐棒就刷呢？只个开医生呢？啊，个维修医生，员工薪资1000万呢，维修9000万，啊，出租7000万，一年出租3000万啦，一年了偌济？7000万。哦，而且财政局的讲，哎，你这要委外经营，但是主管机关教育局有委外不？他没有委外，为什么你知无？关键在这1000万员工，这工友拢啥物人诶？领导诶吗？还是这
拢是这官的条仔嘛，对吧？啊，你教育部敢敢甲得罪着？唔敢嘛，对不？所以继续了70,000，为着这70,000，继续了70,000，安尼敢对？还有办法无？有啥办法？无啊，你教育局、财政局讲爱换，到即嘛嘛还袂换，因为你也无一本笔啊。你若有一本笔小于伊个规定的时阵，你这财政局免哪拒绝？财政局讲话都个暗号，你个暗号话你违法啦，对吧？这教育局啦，讲话都掩护这些人，这1,000,000这员工啊，我都替掩护这袂。伊若要个维护，伊就变作讲暗号的话，伊就违法嘛，违反咱的一本笔，是不是都违法问题？所以你要有这个一本笔的规定，咱的公民权利法27条内底有这个东西，不然你把它换换看，哦。小于一不得执行，你若有这个规定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财政部就等教育部讲，而且袂当做哦，伊就无会当啊。伊嘛有这个，你若是教育机关，你是不是就当家你这个县长啊，你这个局长讲，而且安尼袂使哦吼，安尼就理由通啊去拒绝。啊，不然的话，你有决定权啊，你决啊，看你要做不爱做啊，啊不爱做你就换人啊，啊是不？所以讲，咱这一本笔直接有法度法律作用无？有吼。哦，这是安尼啦吼。当有人事案有这个委外经营这真侪案件嘛吼，拢会当用这啦吼。啊，佫一个治安的问题。诶，拄啊一本笔佮遮有问题无？一本笔听好无？听无举手好无？看导演若听无，你会当佫讲吼。啊，要过来。治安的问题，毒品吼，毒品的问题要怎解决？鞭刑，枪杀，鞭刑我来讲啦，鞭刑听几工啊，啊免听甲煞哦，这个药引就来啊啦，就你甲你弄啊，啊你。我讲，好啦，过来，我听我讲啦吼。这个大约你修剪，你看卖啊吼。这个2010年，这个英国这中央香港的通讯社吼，伊讲超过6500人哦，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中上升啦。相比之下，同时期上升在阿富汗的平民冲人数是2400人。哪里在早上？大约你修剪，墨西哥还是阿富汗？到位的真较严重啦，墨西哥较严重吼，伫倒位？墨西哥伫倒位？对，吼，这是真严重，这伫美国的造卡呢，美国有法律无？这条，咱看落去啦吼。这墨西哥的总统上台之后啊，投入把查缉毒品作为首要的工作哈，10万名。军队13万啦、啊，毒枭有卖毒品有10万人安尼啊，啊，这场战争会赢未？啊，到即摆已经战死25,000个啊啦，赢未？这场会赢未？你看卖吼，投入的金额超过46亿美元啦、啊，抓了45万人，成绩好不好？袂歹吼，啊，这人免啦。解毒哦，啊！你爱甲关起来无？爱关起来哦。啊！那像遮在座几个人，无200个呢，对不？啊！伊这45万人爱起偌大间的宿舍好大？啊！是，清杀！啊！食毒的都爱清杀咯，敢有这严重？哦，公平正大。哦，你可能听我讲吼。这边啦，45，啊，这45亿，啊，你过来看啦吼，这45万人吼，你才无法度处理嘞，吼，官也唔是，啊，警察也唔是，变形也唔是，这唔知边个处理嘞吼。这美国司法部估计毒品交易带来的金额是136亿到484亿，
逐冬，这是前年哦，啊，拄来迄四十六亿，迄是累积下来啊。安尼即场你变哪整？人个资源遮济，啊，你才四十六亿尔，你搁四年四十六亿，才十亿尔，无人个尾数呢？然后毒枭，啊，这美国缉毒署估计1500亿，够够济，比美国前十大的毒品，诶，不，这药品才四五百亿尔。啊，这毒品的市场有大无？啊，这边来处理，伊有遮济钱，啊，你美国要投入吗？要投入这个吗？开这条，咁开去，我看这这真麻烦了吼。打的要投入多少啦？打得赢吗？打不赢，投入再多也打不赢，因为迄个市场实在伤大啦。你打不赢啦，投降，随便你啊。咱看咱台湾吼，以往政府估计吼，就讲统计啦，一级毒品个一笔毒品的人口23万人，70%以上是海洛因。海洛因的药效是7-8点钟啦吼，每人每日注射3针，因无主力的那食毒品的用知啦，不打是不行的啦，3针。然后每次1000元，每日3000元，啊一个月9万，一年108万，这。钱要对来，抢来赚来，还是拼来？唔是赚来啦吼！啊，你讲想这市场偌大，咱来算咱的市场吼。23万人，70%是海洛因，啊，一个月9万，一年12个月1700亿，加上一个毒品、安慰他命、K 他命加吼，超过2000亿，这是小麦市场。小卖啦，啊啦，中盘凹一凹1000亿，大盘凹一凹500亿，佮进口250亿，合起来市场偌大，超过3000亿。啊这，啊这拢是三千个拢各位拢爱要买单的呢，是你们买单的，不是他买单了吼。你去偷去抢去劫嘛，社会成本嘛。这预算比你往政府军队预算还要多呢，这超过3000亿啊！你往政府预算无到3000亿呢，啊！你控告你这个你往政府这个监所法定总额是54000人，其中有40%是食毒品的，20%是无毒品、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的，大概有60%啦，监狱内底有60%是跟毒品有关系啦。所以讲，这个治安呐是毒品呐，我着处理好，治安就好一半嘛。安尼讲对不？啊，2011年预算100亿啦，平均关押一个人要18万5185元，但是呢，医疗费大概5万块而已。你要开180000去起厝啊，请人去甲顾啊，好食好大安尼，还是药也着好，药也着好嘛，药较细嘛吼。啊，这也毋是啥物药啊，这是。化学制品呀，小小啊，5万块如啊，对不？啊，这那是讲，乌市的这嘛3000亿底下嘛，咱政府来，民政府来讲做，我健保支付免钱的，你话倒要省力较好，啊？就是当病人啦、啊，治疗呢？你甲想，这个时阵。吃毒的，伊会去乌市买，还是要来便宜吃免钱的？较讲嘛，要来吃提免钱的，对不？安尼社会有发生什么代志？这贼仔会安那？20-30万的贼仔来，伊免阁去偷去抢去劫啊！小偷这个财产犯就减少了嘛，社会成本就安那，减去啊嘛，减3000亿，啊，你要治疗要偌济？咱来看卖吼，啊，地方伊去吃是拢去台大挂号吗？应该不是吧？就地就近嘛，这个卫生所啊，是讲卫生局遐就可能有啊嘛，啊小诊所就有啊嘛，所以地方型的医院怎么样？业务会怎么样？靠生意嘛吼，有钱通赚嘛，对不？咱制造就业，咱家就制造就业，30亿，你都有经常性的客户嘛，这便宜小医院有经常性的客户，
啊，佮减财力减真济，啊，减少政府支出，降低社会成本。你本来个关吼，一百亿内底有60%嘛，只要64亿是开你关的人，啊，你即马治疗18亿尔，18亿而已，安那算？啊，这让减少愿意。你若全民医疗化，坚守少掉一半的人嘛，对吧？啊，警察、检察官、法官减掉一半的工作，可以投入真正犯罪查办吼，可以减少愿意50%。哦，这是安尼算的，因为你监狱内底都无种人啊，无种案件，60%拢放出去啊。啊，这个瑞士的试验结果，伊开15天去试验的结果吼，伊是医疗化健保给付啦，食免惊啦吼。2-3年了后断联，1/3人断联，啊，1/3的人会当减害，1/3继续用。试验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吼。先啊，因为断联，捌想过无？伊即卖食毒品的吼，去偷、去抢、去劫，啊，买毒品来煮，有没有快感？有吼。啊，若像啊，若食免惊去啊，剩出来护士就甲你煮，有快感无？会较少嘛，对无？啊，久就会安那，这会造成一个负担呢。我逐工拢爱去煮三盖，这多麻烦的事情。所以就有人会改掉啊，吼、哦、对不？啊，有个人就无多改，啊就食较少的，啊有个人是同款食海洛因，啊这干要紧，食一世人干要紧。他讲外死人，啊不，唔是外死人。啊，到糖尿病到食好的，啊有血有去血好的无？哎、啊、的。小蛋，你这吼、哦，你即摆那个治疗都开5万块尔，啊，伊嘛其实伊嘛会当，那是政策的问题，我等下讲你听。啊，无你食，你高血压敢有人食好？在座有高血压无？啊，有糖尿病的无？啊，血有几敢有血好的？无呢？所以这食海洛因嘛可能有1/3的同款，伊可能还比你较省呢，比这个病人较省呢，就5万块尔。啊！你血有计感觉开5万块呢？不止啊！高血压、糖尿病拢一堆呢。啊，这嘛是咱的人啊，啊，就社会结构有问题，啊，就走去食毒，啊，咱嘛要甲救倒转来。啊，可以减少这药瘾艾滋的问题。药瘾艾滋哦，住公共针头哦，感染艾滋病。这艾滋病是法定传染病呢。一个月要开2万块，一单开24万，这33哦，一年要开48亿，感染大概有两万人啦、啊，平均一病33年要开1500几亿，这嘛真恐怖的人。啊，若讲我到前面医疗话，一单拿，即嘛目前我较早捌做，伊本来是2000几个啦，一单安尼吼2000几个，即嘛降到100人左右，我推动这个美沙酮的问题。艾滋病100个人24万33年，这先7亿多元呢、啊。嗯。啊，咱来看日本比偌济啦吼。卫生署的世界卫生署的组织会评估1:12投资报酬率。卫生署2004年的报告，投资人减少12块的执法。司法、医疗各方面的支出，啊，这还不算小成本，因拢赚的，哦，因咧赚较有拢赚的，哦，啊，可协助美国，咱即摆拢爱望美国对无？无美国这干嘛都亏落，但是咱买个回馈一下，得回馈这条，帮助美国打赢这场官司。墨西哥13万的军队伫遐维这个边界治安的吼，啊毒品嘛是照常过，对不？啊，因为美国的市场太大了，对不？啊，你若讲免费给这个免费给付的话，黑市海洛因够人爱无？美国假使讲伊若甲咱同款，以后啦吼，若是讲毒品健保给付安尼，啊墨西哥的毒品过会起啊未？
卖嘛，都拢鉴宝之物啊！你企业人是啥物甲你摕，啥物甲你买，对不？安尼，但是咱只要有经验，美国是科学嘛，咱来做出经验出来，来甲伊讲，哦，安尼伊较说服，安尼就会当，哦，这条安尼来做会成，就解决真侪代志哦。墨西哥一年拢减死几落千人，甚至上万人诶，啊，美国诶社会损失会较少一丝啊，感觉免管。免去遐济感觉啦，对不？即算讲甲美国回馈一下，安尼即条会做入袂？伊本用伊本币的角度来看，会做入袂？会吼。个即南海诉讼，捌听过无？南海诉讼？啊，唔捌吼。Civil Resource， 捌听过无 ？Civil Government 捌听过啦吼。Civil Resource。台湾的发财哦，这是咱拄仔已经讲两个问题啊嘛吼，贪腐的问题、治安的问题，过来就发展的问题吼，一本比，唔捌听过哦。啊，听讲这个南沙这个诉讼有没有必要性啊？就听说这个美军最慢半年之内会亲自占领台湾，安尼就要来占领个南沙安尼，敢需要去拍这个官司？免啦吼，伊要占领就免啦。南沙伊来占领台湾澎湖，啊，南沙遐是啥物状况？有越南，啊有中国，有菲律宾，有马来西亚，伊来占领台湾，所以你遮个人拢爱退兵吗？啊，会袂？诶，会退兵袂？哦，台湾的范围如果只是福尔摩沙加澎湖的话。不及新南青岛，那美军亲自占领台湾，需不需要再提这个诉讼？没啦吼，啊，都美军就台湾就加一年嘛，还不包括新南啊？台湾有没有包括新南青岛？有没有？政治敌对？美国占领只是占领台湾跟澎湖。南沙即马毋是美国，毋是中华民国嘛，是即个越南啦，即个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即个涅巴，啊没有。但是咱知影是讲，台湾吼，伫1938年12月23日确认日本确认这个西鸟岛、长岛、丸岛、中小岛、三角岛其他附近一连的礁岛构成所谓新南青岛，从来被认为是无主岛。大正六年以后，本邦人投入巨资做永久的设施。1938年，这是什么时阵啊？这当阵，这当阵越南是什么所在？上个所在？法国嘛，红占领嘛，法国啦，法属支那，你冇听过？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这个是无主地嘛，对不？啊，菲律宾那阵啊叫什么所在？菲律宾那阵啊是美国占领的，啊，中国那阵呢？中国那阵敢有海军？有啊。那阵上日本有海军无？有，日本有海军，其他拢无嘛。而且1939年3月34日，大日本国政府内阁会议确认大日本国已依明治宪法天皇大权完成无主地宣战的事实在先，并决议划归高台湾总督管辖，并以1939年3月30日公告高雄市。哎，在这有高雄有没有？有无？恁倒位呢？高雄市的哦。咱来对高雄较巴结咧哈，通告美国，诶、欸，你占领吼，啊，你占领爱有人承认无？哎呦，所以1939年3月30日，大日本国驻美国大使馆领事西蒙米吉朗哈，通告美国国务院，帝国政府将新南青岛编入领土是基于新南青岛过去为无主地，日本政府是遵照国际法规定通告占领意图。并建立某些建入先有新南青岛编入日本领土的事实，通告他告诉他了，这种禁忌哦，
这不是我编出来啊。安尼算是啊未？算恁个吗？日本个啊，甲遮敢煞？伊讲伊讲，你甲国伊你甲讲，伊敢有信心？也毋知咧吼，搁看咧。明治线毋是讲安尼就煞呢？你通过尔，你也无。1945年4月7日，天皇下诏颁布诏书，将明治线的实施于台湾，赋予台湾人参战前、参政前，依照万国公法的程序，将新南青岛的台湾编入这个大日本国领土嘛。换言之，新南青岛被包括在台湾中，而同时成为大日本国天皇陛下的固有领土，对不？对哈。但是还未刷呢，有人信心无啦。旧金山和平条约讲吼，1955年4月18日，这和平条约二条 B， 日本放弃台湾；二条 F， 日本放弃南沙群岛。请问这几本是哪一个？大日本吗？而且日本的放弃啊，安尼啊，照恁讲的放弃咯。啊，新南青岛对，第一个啦，新南青岛在哪里？在这里还在这里？哪一个？南沙。南沙是台湾。啊，恁无讲啊，南沙是南沙，新南是新南啊。台湾，台湾南沙。南沙。搞不清楚了吼。啊，恁这样讲，大日本这个。宪法已经实施，包括这个南沙已经编入高雄市了、啊，对不？高雄市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是算在台湾内底啦。啊，但是跟这南沙有交集啦，南沙从无规定的意思啦。啊，伊放弃什么物件？安尼，啊，这小人，这个日本是哪一个日本？还袂讲嘞？日本政府是大日本政府还是新日本国？新日本。新日本，安尼伊放弃的是啥物件 ？Japan renounced all right to the claim for Formosa， 就 Formosa， 放弃的是啥物件？唔是伊的物件嘛，对不？啊，伊放弃，安尼伊放弃啥物件？放弃了变上个？伊放弃的是管辖权嘛，对，伊不是主人嘛，所以他只能放弃管辖权嘛，对不？啊，放弃了变上诶，哦，搞不清楚啊、哦。放弃之后，啊，天皇也无放弃啊，嘛是还阁天皇诶，对不？啊，但是放弃这个物件，这个管辖权上处着，美国处着这个管辖权，哦，对不？啊，但是所有权那个是伫天皇呀。所以这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这不是放弃 sovereignty 嘛哈？看有哈？哎，道理知无哈？这日本不是大日本国的政府，这叫做新日本国。啊，新南青岛的对，这哈、哦、二条 B 二条 F 哈、哦。哎，稍等哈。哎，讲到这敢耍？这样的变恁个吗？啊，下面这条约就这样合约，恁台湾敢有去签？敢有？无哦，啊无你敢会当主张？日本天皇敢有去签？嘛无，安尼敢会当去主张？上海当主张？美国当主张？是嘛？咱即摆讲的是要讲什么话？咱咧拍南海，南海官司要的是什么东西？南海官司要拍什么话？怕石油呢？这石油是美国的吗？上海？当然嘞，根据什么？根据什么？《中央和平条约》吗？条约签约的是要国家呢，啊，你台湾敢国家？不是嘛？日本大日本国也没有签嘛，所以这个要主张这个恐怕会有点困难哦，是不是？这里也没有讲，咱都要讲是国家讲这个。管辖权而已，刚好讲到这个 civil resource， 也没有啊，讲到这拢给讲的。过来，暂时保护公约，1949年第四公约，暂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7条。哎，啊，讲到这跟你有关系无？有无？有哈、哦，在座嘛是台湾，台湾即卖是上占领的所在。美国嘛，
啊，这就是你看哈、哦，就是说暂时嘛，保护平民啊，咱是算平民嘛，所以咱这是适用咱啦，咱这就当用。伊讲第四条是讲，本公约所赋予占领地内的被保护人民的各项利益，均不得因占领领土的结果引起该地的制度、法律、政治的变更、政府的变更，或因占领被占领地当即跟占领国所签订的协定，或因占领国兼并占领地之前部为部而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加以剥夺，各项的利益均不可剥夺。这个利益包括 civil resource， 什么叫 civil resource？ natural resource， 没听过吧？自然资源啊，人民事资源、自然资源。哎、啊，这是伫讲这啦，主要是伫讲这啦。我看下，占领国对个别或集体属于私人、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社会合作组织所有的动产、不动产之任何破坏，均所禁止。但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之例外，得讲，咱比占领的这个所在，这是不动产的动产，石油是动产不动产？不动产哈，不动产的产物，哦，这东西保护之内了哈。啊，台湾有包括新南青岛无？应该是有了哈，但是还不确定了哈。那美军占领福尔摩沙加澎湖，啊，不及新南青岛，台湾在。伊来占领了哈，台湾在被美军占领前是完整的，包括新南青岛嘛，对不？啊，占领了呢，占领了是失去南沙群岛呢，安尼美军有没有保护到我们的财产？有失职不？他失职，他有失职哦。好，伊那无占领，咱那个保持这个。新南青岛一占领了，咱才减去失职。那多少讲啊？迄国际法讲暂时保护平民，法律讲这是他要保护啊。新南青岛在现在有越南、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各占领一些岛屿，在这种情况下，美军说日本、台湾包括新南青岛，啊，中国、越南会不会理他？啊？伊毋是拳头要较大粒？这不是说拳头的地方，这是要讲那个法理的地方，国际法的地方，所以中国越南会插他没？不会理他嘛、啊、所以这个官司有需要打吗？ 还是有需要打 哦，因为你占领没办法完整嘛，你来占领也是没有办法完整啊。为什么？因为警方它只是一个行政机关，它没有公开调查程序，欠缺公开说明程序，各国不服嘛，啊，那台湾就不完整了。比如讲，伊当时要几百，恁知无？唔知嘛，伊讲伊这种秘密的工课啊，安尼你这秘密，大家也唔知你讲啥，安尼人会插伊未？不会理他嘛。所以这军方靠军方这是不够的啦。啊，那是有美国法院的判决呢，法院就无共啊吼。万一判决得公开嘛，说明得讲清楚嘛，啊判决书要公开的嘛，啊那判赢，美国法咱即摆假设咱去告啦吼，去告这美国，就要告上，告美国是告中国，各国人啊，各马来西亚，要告什么人？告美国，告美国什么人？联邦法院啦，安尼你一定输的，一定歹插你的。你要告伊什么法？告伊安那？安尼伊歹插你，这叫做政治问题，不人权，哦，这嘛是有问题啦吼。这个物件我都有讲过，我应该搁讲一个啦吼。这有一间公司叫哈特公司啦，其实有哈特公司啦。啊，咱判决了吼，咱即嘛先讲结论啦。判决之后。不能去告啦吼，你先去，我讲下卡这个啦。哈特公司吼，这个石油公司，伊甲中国海洋石油公司订这个合约啦，去新南青岛遐要开采，要开采这个石油啦吼。
啊，这个咱也去啊，各种，这已经讲先讲答案了嘛吼。各中国，甲咱都讲要各什么人啊？各中国啊，各越南啊，各马来西亚，各菲律宾，还是各美国？各美国，美国袂使，不爱插你啊。伊讲政治理由啊。啊，其实这是有开采，咱这嘛是要各来开采这些人嘛。吼、哦，开采这些公司，哈特公司嘛。啊，伊若法院若判，会判伊赢，判哪尔？谁来讲？哪里啊？第一个，你分析这个物件，伊若判伊赢，表示什么款？不是因的啦，伊是去甲中中国讲的嘛，变中国的啦，对不？伊去甲中国，伊他是取得中国的核准嘛，批准去开这个石油嘛，啊，所以伊若判伊啊，表示讲这新南军岛、南沙军岛上的中国的嘛，啊，你想美国法院安尼判吗？啊，若判咱尔嘞，上的美国的。那判咱尔，会当讲咱这是美国占领的所在，美国有管理权，所以那判咱尔变作上赢，美国赢，对不？有管理权啊，是不是伊赢？啊，但上会当去告，谁可以去告？啊？台湾政府，台湾政府什么性质？你想看卖？我给你看一个啊。你讲，那判中国赢吼，等于是承认哈特公司跟中国石油海洋公司南沙是中国的嘛？这明显跟《中央和平条约》二三条说，第四条说这是美国的占领地，违背了嘛？对不对？这是肃然想象的啊。真的绕出关门去。就是说他如果判下来、哦、判下来的话，那就是美国法院判了，那这些美国石油公司会怎么处理？会跟中国又继续吗？没了嘛、哦、跟中国的石油企业就要中断了、啊、他跟埃克森这些大石油公司跟越南的石油开采合要不要继续？继续哦，唔惊咱搞一款哦，会中断嘛？美国法院已经判决了嘛，全部会转来台湾嘛，对不？一定是安尼嘛。啊，美国的舆论会支持伊未？美国舆论会支持这件案件未？会吼、哦，因为美国拢讲美国利益嘛，美国人拢讲美国利益嘛，啊，美国有管辖权，伊当然嘛要讲。啊，那安尼时阵，美军安那，啊，这个行政权会不会支持他？法院支持啊嘛吼，行政权是伊家己嘛吼，啊，这立法权会支持伊呗，嘛会啊，爱师出怎么样？就师出有名了哈。到立场，唔是我军方讲的，是法院讲的，即我的所在，下段去甲遮讲哈。啊，这美国公司也会同意，伊若唔继续，咱就甲告啊。或者是另外一个问题，讲到这有问题无？安尼敢说啊？啊，袂啦吼，我来评估一下，控美案的时间啦吼，一审的诉讼程序哈，2006年10月24号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哈、哦、提告了美国国务院以政治问题啊、哦、诉求撤销告诉，经过12次公函，2008年3月18号下判决，一审经过1年4个月25天。啊，现在咱们告是什么人？什么美国军政府？哈特公司啦，这间石油公司啦。伊甲中国签约嘛，啊，这个签约做得唔对咯。啊，即嘛这个判，咱即嘛是要甲，伊无经过咱台湾人民的同意，啊去遐开采，我先讲一个啦吼。
咱都讲这道呢，啊，谁有权利还没讲出来？谁有权利还没有讲出来？恁有权利不？有没有权利？谁有权利去讲？本土台人，根据是什么？台湾政府。我讲一个结有人听，这个联合国有多次结，他说重申巴勒斯坦人民跟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谁有权利？因为在戈兰这个地方，戈兰高地不听过嘛？哈，戈兰高地因为是高地，所以有罪，而且罪就是自然资源。啊，以色列拢把40%来自己戈兰高地。导致那地方人民没有水喝，所以就告到联合国去，所以就有这个决议。他这个决议说什么？被占领的叙利亚的戈兰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民，对这个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会浪费这些资源。听好无？虽然讲真紧啦，哦，这联合国的决议又讲一遍哦，注意听哈，你当记，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听好无？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听好不？对他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听好不？听不？再讲一个，别紧。我问你哈，听，权利这自然资源的权利是属于谁？什么人讲这里？巴勒斯坦、叙利亚，对吗？安尼跟你无关系啊！安尼跟台湾哪有关系？你看，被占领叙利亚个人，叙利亚有个叫大马士革，你知道吗？也首都叫大马士革，老百姓有没有权利？没有嘛！就好像说，日本、台湾、东京的地。东京的老百姓有没有权利？没有啊。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他不是说被占领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民不一样嘛，对不对？被占领日本的台湾的人民跟被占领东京的人民这不一样啊，对不？啊，上有权利，讲新南青岛的时候谁有权利？台湾的谁？台湾的什么话？台湾民政府，你讲的就是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啊，人民啊，被占领的人民啊，权利啦，安尼，这句话听好无？被占领的阿拉伯人民，咱台湾就咱台湾来讲，被占领的台湾人民嘛，啊，占领的人有没有权利？啊？有哦。伊唔是讲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有没有？他有没有资源？他有没有权利？没有嘛。被占领的人才有，你才有权利啦。恁台湾人嘛，对不？恁敢有证据讲恁台湾人？对不对？啊，你有身份证吼？无举手者，有无？爱去办了吼？你有办，你才有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你才有权利去打这个官司哦。哦，对吧？当然，这个联合国有决议嘛，就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这个阿拉伯人民，叙利亚是一个国家，这个戈兰是一个地方，被占领这个地方的人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有权利。好，这阿兰会当去过啊？会使哈？啊，根据什么话？这个讲了去。根据反正咱去过嘛，啊，过这个什么人？过这个美国政府还是什么话？怎么讲？石油公司，安尼诉讼的，是不是诚信啊？有一个高的人，对台湾人民，过这个美国公司，要去倒位过？美国过，还是要中国过？美国先啦。哪去除了美国以外的司法，大家会相信没？不会相信你啦！你去中国告，那有可能告赢？一定输的嘛，对不？去美国
去美国过一定赢，去中国过一定输的嘛。咱来选去倒一个，当然嘛选来美国过，对不？美国过赢有道理啊。就像和平条约，你是占领国啊，对不？有道理啊，咱是被占领啊。咱有法度证明讲咱是被占领啊。就像和平条约二三条就规定啊，对不？啊，若去中国嘞，讲伊也无签这个约啊，伊无算，这无算是，你来闹事，对不？是不是安尼？所以咱选去美国过，啊，美国的法院伊会惊公布未？尼克森啊，你捌听过无？判决他就下来了，总统就甲判落来，伊才有惊你公布，对不？美国法院是独立的，大家有信心无？这点咱可以确认嘛？咱有信心，对美国法院咱有信心。啊，美国法院若判落去，公布爱执行无？哎呀吼，拄仔讲媒体嘛会支持。行政院买支持，立法院买支持，输出有名，对吧？啊，过来，这个判的时间，咱都有讲过啊，吼。咱这边要告的是，跟有贼的一个无经过咱的同意啊开采，迄间的贼的行为嘛，对不？啊，顶一届告政府，告政府呢，开安尼对打12次，啊，告贼的开偌久的时间？爱变到12届无？免啦，三五届就真济啊嘛，所以一半的时间就应该有啊嘛。一年以来，这件案件了，查啦是要偌久的时间，对不？会较简单袂？啊，伊会当用政治理由讲，甲你驳回袂？可不可以用政治理由驳回？这就要讲涉及到说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啦。你若讲我爱是咱刷拢管的，安尼。安尼就有政治问题啊！我若讲你这间石油公司来我遮甲偷开采的遮资料，我搞要爱这尔，安尼敢有政治问题？安尼无政治问题啊！这敢着爱美国国务院安怎做？着恁你这间石油公司你的资料还我安尼就好啊！啊，咱拍这个官司，我要爱这的物件尔吗？是吗？这是要？你若好多提起来一张纸转来啦吼，表示这后壁的拢你的嘛，对不？所以这一张纸有重要无？很重要吼，咱要讨一张纸呢。一年四季，啊啦，甲这个查啦，我看不用到12次嘛，3-5次就刷的，所以一年以来应该能解决。二审一年一个月又7天呐、啊。二审2008年3月31号上诉于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嘛，国院2次以政治问题请求撤回本案嘛，经过14次的公环，10届公环了，法院在2009年4月7号判决，第二审经过1年1个月又7天，啊，那这件案件应该是免遮久了吼，啊，这三审是2个月过16天，2009年7月8号上诉最高法院。2009年8月6号，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10月5号，美国最高院宣判搁置本案，只经过2个月又26天，审判就搁置。什么叫可不可以再审？为什么？审判就搁置 ，deny。现在啊，这件案件是输完呀，赢了各个被冲啊，赢就不用再告了啊，啊输完呀。法律上是输啦，政治上是赢啦，啊，但是先来叫搁置，因为伊是用政治理由甲你驳回嘛，政治理由伊有做实体判决无？没有，他没有做实体判决，他用政治理由把你驳回，所以他是一个程序判决，听是判决，所以你阿刚你若补充一个程序之后，你就可以再送、再诉了，可以再审，所以被告。就是会再打了、有需要的话可以再诉。现在叫 deny、就是说他是一个程序判决，所以你可以再打，可以再审了。咱跟哈特公司这个业、最长到今年的5月30号，他诉讼标的是新南群岛与美国是否军事占领有没有关系。这个第一个看时间、时间在要搞这个关系特别高，
啊，是目标是新南青岛的一挂自然资源呐、啊。啊，甲美国占领台湾有关系无？有关系哦。啊，听讲美国半年以来要几摆呢？啊，这件关系会影响到未？有没有不利益的影响？你个想？会未？伊半年会几摆？啊，咱一年嘛。所以这件关系会影响到伊未？不会吧？吼、哦，应该是不会啦。啊，这南派伫个外大，你敢知？即马估计是九月部分是二十条，二十条是偌济？敢知？毕竟嘛吼，二十兆要乘以三十等于六百兆台币。啊，你知影流氓政府一当个预算偌济无？有人知无？无到两条咧。啊，所以这六百除以二等于是多少？三百年。啊，这样啦，你也这孙啊孙啊嘛吃袂到，对不？三百年嘞。三百年呢？所以这个物件，那判落来，这边来处理啊。本案有没有政治理由了哈？判决无需政府的特权行为嘛？要执行这个判决，爱政府的特权行为无？唔免啦哈，要摕一张纸呢，都要你什么作为？对不？啊，实际上呢，实际上影响呢，实际上影响有哦，但是迄不是咱的诉讼标的。啊，咱要去法院起诉，啊，这有根据无啦？台湾关系法第一条说，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跟台湾人民之间的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促进美国外交政策并其他目的。啊、第七条，美款第七项、啊、台湾依据美国法律，在美国法院中起诉应诉的能力，不应因由于欠缺外交关系或承认而被消除、剥夺、修改、拒绝或影响。安尼，咱会当去告未？有根据吼、哦啊，这有根据哦，这毋真正讲讲的哦。啊，去也告。啊，要告啥嘛有啊，要告啥物人嘛有啊，啊，佮有欠啥无？钱哦，哦，这讲着重点。顶一届拍官司开偌济钱？有人知无？$60,000啊！啊，这件呢？这件应该是免啦。哦，但是着讲，嘛是爱钱啊，无钱要哪去拍官司？咱遮坐伫讲着有啊吗？300年的医生都落落落来吗？刚好这简单，哦，按去拍官司啊，哦，这联合国决议了哈，那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所有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这是联合国的决议了哈。是很多次决议啦，简单讲的，被占领的人民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啊，请问你们是不是被占领的人民？是嘛？哦，这点我讲的，这不我讲。被占领的人民确定是嘛？哦，这咱有法度证明无？有哈、哦。OK。啊，这个关系哈、哦，那判落来哈、哦，会加快。日台关系的正常化，为什么？那判落来300亿的预算底下，你讲日本会不会动心啊？会来跟咱牵关系未？会吼，绝对会吼。300条嘞，这唔止安尼呢，这还佫有天然气，天然气听讲佫较济呢。安尼这个关系有几大炮？一分比偌济？这一分比这正歹讲吼。文作是啊，对美国有没有什么不利啊？美国可因为这个判决而不能使用台湾的基地？不会吧？因为台湾本来就纳入美日安保条约啊，周边有事就美军居住的也没有问题嘛。这对美军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不会，他只是判决下来的话，他只是有理由，更有理由去执行南海的占领嘛，去执行嘛。所以这对美军应该是无什么歹影响啦，应该是较好啦吼。因为啊，这开采判断要哪开采，爱资金爱技术了。第一个要开采，台湾民政府去有法度去开采无？台湾政府还是国会有法度去开采无？无可能吼，是安那无可能？不只是安尼呢，但是那判落了，咱就有一个违誓的人啊嘛，美军就出来了，违誓的对吧？啊，你要哪做东？做东，咱即下就必东庄家，要哪做东？资金找啥人？技术啦，咱即嘛先讲技术啦。目前南海有1100口的油井吼，中国有无？中国没有，为什么？因为伊技术无够，伊过来开采500.5公尺尔。啊，人家3000个啊，啊，所以伊看到食袂着啊，没有，所以技术找伊敢有好？无效啊，技术要找啥物啊？唔是啦，技术要找日本啦。第一个，咱有一份啦嘛吼，咱庄家嘛，啊有一个维斯，咱嘛爱算伊个啊。啊，日本来找咧伊有技术嘛，啊钱呢？找啥物啦？唔是啦。找中国啦，你也想，中国伊即马买石油爱去中东买嘛，爱用油轮嘛，横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啊再过转去嘛。啊，咱若南海只要开采石油，若叫伊来出钱，伊会出袂？上无伊嘛当节省只运费，对无？这运费就不得了，叫伊出钱啊！啊，叫伊个政策是啥物事？各自争议，共同开发嘛。啊，那判落来，那就会出钱，伊要出无？纯粹就商业来讲，伊当然出钱啊，对不？啊，咱一份嘛吼，美国一份嘛，维斯嘛吼，日本技术嘛，中国一份啦。啊，这东南亚遮呢？遐就地保全呐、啊，叫人做波转呐、啊。美军你嘛免派人去，甲你升起来，就地保存你嘛算一分，安尼就5分啦吼。啊，300年除以5是多少？60年。啊，恁的孙仔对袂？会吼。安尼有皆大欢喜无？啊，甲完办对无？安尼一本比可以啦吼。啊？这个关系就是安尼啊，啊，就讲，拄仔咱讲，就讲要起诉，你要起诉他，有没有找到法律依据？有啊，啊，你的权利，联合国甲你讲啊，你有自然资源不可剥夺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啊，啊，你是被占领方，谁甲你讲的？你有甲你讲无？你们是被占领方的人，有讲无？有啊吼。就像合约嘛，阿德隆有啊，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啊。过来，胜诉判决，台湾人民当家，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变哪执行？因讲好啊嘛吼。拄仔咱的分析内底判过落来，美国石油公司先会转向来跟咱讲嘛，跟咱签约，变哪执行？有人保护嘛吼。一个保镖已经出来了，啊！就技术嘞，找日本、中国的找钱嘛，啊！保全的就找当地嘛，啊！是不是有法度执行？你的政策若对，执行起来就不会太难。啊！不然叫你即马去安尼，你有法度无？无法度吼！你要拿到钥匙，拿到那个钥匙，去启动这个程序。啊！你讲你到遐，你要过大，你先啊要过。要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是安怎？讲到未煞了吼，还佫讲落去。这个南海到位啊，去用侵占去，是这个岛，拄仔有讲这个岛啊吼。这个岛，这个是什么岛啊？是哪一个岛被？是西鸟岛、长岛、湾岛哪一个岛被侵占了？
拢是吗？敢是？这足快呢？其实伊毋是岛，伊是边仔个附近的海啦。咱拢有讲嘛，海水啊，有无？啊，海底敢恁兜个？你根据这内底决议，敢有讲着海底是因兜个？日本人敢有讲海底因兜个？这个又是根据什么呢？国际海洋联合国海洋公约吼，它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有无？捌听过无？前几下讲日本准台湾人民渔船去钓鱼台去钓鱼捕鱼，对不？哦，这都这里海啊，但是咱拄仔佫讲到一个问题，联合国海洋公约，请问台湾敢是签那个？啊，美国是签那个无？美国嘛唔是，哇，安尼系啊咧。美国也唔是，啊，咱也唔是，安尼要哪主张这？日本也无管理啊。哦，这是一个问题吼。讲到这，实际上案件内底就有问题啊。有啊，这我哪法都解决啦。那这是律师的问题，律师的问题，这不是，这有其他的问题啦。啊，过来。过来就讲做，这是侵权行为嘛，对不？啊，侵权行为那种私下的问题呢？啊，这代志是伫1993年的时阵，到即马几年啊？啊，侵权行为哪有法律基础的？安尼私下有过无？安尼这嘛无办安尼，安官司嘛免拍。无啦，这是嘛？即嘛是讲1993年啦。那这个官司，这哈特镇公司吼，1993年啦，这个就是哈特镇公司啦。对象是哈特公司嘛？伊是伫1993年的。1993年伫遐开采，伊开采前是安怎走？伊甲中国订约之后，中国需要派军队来保护这个开采。过一冬，伊甲中国租船去遐开采，三天就转来，是安怎你知无？美国甲中国安唔作用诶，来三天就转来，什么原因？越南甲反对，所以三天就回来。啊，因讲越南免费伫个派兵伫个搞做警卫啦。中国人就像鸵鸟啊，做警卫。啊，但是实际上干嘛呢？我咧想，啊，即嘛呢，即官司安尼拍落去，时效，拄仔就讲范围有问题嘛吼。范围咱是伫海底，咱伫也毋是签约国，啊，美国嘛毋是签约国。这边啊，主张时效1993年到即马嘛超过时间啊，这关系变拍，是不是安尼？讲到这两点就变拍，超过时间啊。其实这还是有办法打啦，哦，你卖一个官司安尼。美国有这个对被占领地有保护的义务了，有占领的事实，经过法院的判决就会显示出来嘛。啊，占领国当然就是美国啊，美国因此有立场跟义务出面主张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权利义务，向各国申请手环新南沙群岛，不只是新南群岛。而美国石油公司如上所示啊，已买转向。因为伊若是无甲这越南、中国、马来西亚、甲菲律宾终止契约的话，会安怎？都往那个国啊咧。而且国际上有一个禁缓联，常受国际法庭在历次的判决中有禁缓联是啥物物件？咱伫讲这个，咱若伫讲这个
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时阵吼，越南是不是签了过？菲律宾、马来西亚都是签了过。阿华林老公，根据这个合约，就像和平条约哈，美国是占领国，这越南袂当讲唔是呗？你都已经签约了，你袂来讲唔是？就剩的就是剩一个中国。这格陵兰的问题，会签那个中国主张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全球生存型，诶，咱这节课到几点煞？咱中昼，咱中午无歇困吼，安尼是到几点？四十了，十二点啊，中午啊，那咱先歇困一下，好，先休息一下可以？十分钟。先休息十分钟。好。